这是 post， 我已经住进了 hotel modern modern 小巧的教堂。因为 Maison Cover 这个五点就关，现在已经4:40。天宝的四楼是很开阔，因为有一个湖，现在我要过桥过去。一个是喷泉，你说等一下会再去看这个桥。应该从这个桥过去，先去叫进去，叫到五点半的关。这会的话有点晃，二次，这样比较知道。哦，这个波被人家打破，拿什么当足球？195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很晚，就住在旅馆里面。那个喷泉现在很漂亮，等一下再过去看。它梅松塔的是这里最古老的房子，或许是在那一边。我要站这里，照地图来画出来是在教堂很近。教堂是圣皮尔，这并不是教堂，它是 bank。旁边在修理，回头望过去是这样。排的，我现在走这个方向，不管对不对，还要对地图。这个很古老的房子，这个房子屋顶，看起来右转，坡道蛮陡的。在这里，转方向。Grande Venise， 这里的 Grande Ville， 从这里上去，好像已经关起来了。这段应该是观光人潮最多的地方。今天因为是星期天，所以人还比较少。我想是应该前面那个房子吧。现在还可不可以进去？简单的住。Thank you.
叫他只要十分钟的那你还要再一直找才可以啊，在这里面很漂亮，大概是不是白色这种，这样这里拍是最好的，绿色顶的大概是教堂，刚才走来的是那里，是圣皮尔，是这个是最大的教堂，也许是这是最大的教堂。在这里大门口的上面，现在很特殊，这块这一个宣讲台，木头的蛮精致的，往门口拍连管风琴被灯遮住了，还是蛮漂亮的。这里是中莲花窗，教堂的名称，我是忘了拍那个教堂前面的。今天这个行程到这里最感动的是回国，我差点来不了捷内瓦，因为那个火车站竟然它只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这个路真的高低差很多，欧洲很多城市都这样，
这个是 Maison Parfait 外面的塔。现在从那边去，这个到大学去那边去。Maison Parfait 还有很精致的外面，这个人的头。这一个门是一个木头的门，这是大门。刚才拍这个地方很匆促，路过拍的，也就是这样的。在这里，刚才有，还有经过，他不想要走出去，又插满了过去。在这个都市我就比较安心，敢来听音乐会了。如果有的话，他有不舞台音乐，不晓得可不可以去。就是今天是礼拜天的，我可能有开吧。我先去大学，整个建筑还不错。这运气不好，就今天没有音乐会。22号没有，没送这个就整这个，被人家花了。下去下面就是公园，就是大学的所在。Come on， 这个人像，好爽。高的，我刚刚从那边下面爬上来，这边呢，公园的上面没有，可以拍到整个山，这个山，那个游客休息，观光火车跑来这里的。